一大早就吃炸巧克力酱，看你想吃呢。我也不懂想吃。哇，它是海底捞界的鹿肉。其实我吃板面呢是喜欢吃干捞的，汤呢是还好吧。KL 有福建面，怡宝有牙菜盖，槟城有炒粿条，马六甲有鸡饭粒。那到底酒后有什么呢？我们上网查询了一下，酒后有很多当地美食，我们现在带你们去看看到底酒后有哪些当地美食。Let's go！ 第一间，我们来到了老街陈旭年文化街。这里的锅边店啊，这里的店面啊，大概都有二三十年了。我们今天介绍第一间是 Cap Jew Bakery。 这里是出名打包那个香蕉蛋糕，很多新加坡人都会来这里排队打包。那面包有什么？剩下椰子跟豆沙，其他都卖完了。椰子的一包，香蕉可以要几盒？一盒。好，15块。好。第二间我们要来的是 The Best Chicken Chop in Town。嗯，他自己讲 The Best 啊， The Best 的，我也觉得 The Best。 他的 Chicken Chop 是17块，2003年开始。他这个鸡排虽然是西式的，但是它是海南 style 的鸡排，所以一定要来看。还有两个 sauce 可以选择，一个是 black pepper， 一个是 mushroom soup。它其实可以炸，还可以煎。它也可以煎，但是它出名是炸的。嗯，这只是我们刚刚第一间买的。买不到香蕉蛋糕的话，你可以买它的椰子面包，很好吃。它其实是出名香蕉蛋糕。对，它香蕉蛋糕是长这样，它是用火炭去烤的这个蛋糕。嗯，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对呀、很浓的香蕉味，很油枣味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而且它很 fluffy， 真的是传统的香蕉蛋糕。它还有卖椰子面包，也有卖面包。哦，那个椰子，我们的水来聊。来这里一定要喝 root beer。因为天气很热，那个非常的香，而且它的面包哦，跟那种咖啡卖的那种不一样，它的表皮会比较硬一点，比较有口感跟弹性，然后椰丝是非常的香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吃的。我们的 chicken chop 来了。一大早就吃炸，这个是黑胡椒，好像很烧哦，哇，还在冒烟呢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冒烟呢，很传统的那种古早味的 chicken chop， 已经找不到这种味道，是很难找到了。它就是那种小时候去那种马来人的档口会叫的 chicken chop， 比较香脆啊。嗯，然后这样大份的话 chicken chop， 我觉得很好吃啊，就是以前的味道，童年回忆，童年回忆。黑胡椒口味的，有点烧。它有那种海南的味道，它的味就是自己做的。然后他刚刚讲什么黑胡椒没有黑胡椒味？嗯，因为它的黑胡椒是它是一粒粒的，你看吗？哦，所以它不是很 strong， 所以它是有点 brown sauce 掺一点那个黑胡椒粒的味道。所以它是微微的黑胡椒味啦。不是很喜欢黑胡椒的话，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它不会很重。他刚刚有一个重点没有讲出来，我现在逼他讲。就我跟我的男朋友以前拍拖的时候，就是吃这些，都吃这些啊，哇，便宜吗？没有钱的时候，男朋友都请他吃这个，也是不错啦哈。
OK， 我们吃完了，整体的感觉还不错啦。我发现里面其实马来人、华人都有哎、欸，嗯，很少有一些店、有一些餐厅是华人、马来人都可以一起吃的。嗯，它的鸡排哦，不会有那种鸡骚味啊，然后很 juicy， 然后很大块，我是觉得蛮值得吃一下的。像我们总共吃了多少钱？我们这样子加了饮料的话是49.7，算蛮便宜。很便宜嘞。哦。我们两个吃很多，吃一个喝一个 root beer，然后又喝一个摩登美人就是。我看到对面坐有两个女的，她们吃了两碟炒饭，然后又再叫多一份那个 chicken chop， 很大吃啊。嗯那这里的老街呢，它除了这两间以外，它其实有很多店的，就是它还有很多 Kopitiam 啊，那些你们也是可以去 try。 我们买的那个香蕉蛋糕店，它的对面就是一个 Kopitiam， 我们本来要在那边喝茶，可是我们没有带到 cash， 所以你来的话你记得你要带 cash 啊，因为毕竟是老街嘛，它这里它选购 pay 比较少。那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方。我们到了第二个地方，对，这里是吃红豆冰的，他们都是叫三楼红豆冰。三楼红豆冰之所以叫三楼，是因为对面就是一间很有名的餐厅，叫三楼海鲜园，也就是三楼米粉的总店。这间三楼红豆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泡冰会淋上浓浓的巧克力酱。嗯，这里的红豆冰是巧克力的。巧克力酥酱。以前他有一罐巧克力放在这边的，给你一直倒，但是因为人太多人倒了，所以他没有亏本生意啊，这样的话。然后这个就是水果肉酱，水果肉酱就看起来普通哦，也是好吃，也是好吃的、啊。它的酱我喜欢，这我很有兴趣哎，红豆冰 chocolate sauce， 好吃。很解渴，它不会很甜啊，还好。它巧克力不是那种很甜的。刚刚吃那个 chicken chop 哦，吃到很饱，然后又很热哦。我已经很饱了，我刚刚还在那边问我姐姐讲要不要拍了。你没想到我看到这个我就开胃了。它的冰是那种很幼的冰。嗯。我觉得很像那种网红店会卖的东西嘞。那红豆的味道其实被巧克力盖掉，可是它还是有啦。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红豆，可是我喜欢吃这个。我觉得这个 OK。OK， 吃看我这儿。还有放油条。我们是餐的，我 request 餐的。嗯。好吃是不是？来对了，来对了。它就是那种偏辣的肉酱，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。比较特别。这间也是老字号的，也是开了很多年。它其实还有卖别的饼。你觉得它的主打是红豆饼啊？三楼红豆饼。OK， 晚餐我们来吃这一间烧鱼一干八嘎汤品。这一间是很出名的。算蛮出名的，我没有吃过啦，所以我们去 try 一下。这是我们的 JB 朋友，就是他来介绍我们来吃这里的烧鱼。Yes. Hello。这间烧鱼有什么特别 ？OK， 因为我本身呢，我是很喜欢吃虾波，这边的虾波我吃过，我是觉得目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啦，是以我个人的口味咯。它的食材都算比较新鲜了，而且它这边算是 JB 这一带算比较出名的烧鱼咯，而且它味道也 OK， 很好吃一下。那我们来尝一下，到底好不好吃？ Okay. 你说我们的食物都到齐了，嗯哼，这是关公，或者是烧鱼。这是他们的招牌咯，然后还有就是炒面，然后还有就是麻辣蛤蜊，然后还有就是虾滑。这就是我们的烧鱼啦，看起来好辣哦。烧鱼其实就是用魔鬼鱼做的，
对。呛到呛到。它其实没有我想象的辣，它比较偏酸。对对对。啊，它的辣是一开始会有一点呛啦，然后只是之后就还好。它比较三八的味道。它就是三八烧鱼来的吗？什么三八的味道？因为不像我平常吃的烧鱼，因为外面的比较辣一点。这个还好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下饭的一道菜啦。看你怎样吃呢？我也不懂怎样吃啊。挖出来吃。挖出来吃啊，用挖的、啊，那跟一般的虾不一样啊，有点龙虾的感觉，很甜哦，甜啊，鲜甜，很新鲜呢，你看它的肉很白哦，好吃。OK， 我们吃完了，觉得如何？我觉得普普。JB 朋友介绍的嘞，普普。觉得那个烧鱼还 OK 啦，只是就有吃过更好吃的。我有吃过更好吃的，然后我喜欢吃它的那个虾婆，它的虾婆很甜，很甜哦，值得去吃。它虾婆其实很像龙虾的肉，便宜的龙虾，平民龙虾，平民龙虾，平民龙虾，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是葱油嘛，你要配一点那个葱油。而且整体上他们的菜都是重口味的，炒面也是不错吃啊，比较马来人 style 的那种。这样你会推荐大家去吃吗？假如你是刚好经过这里的话，我觉得是不错啦，可以来 try 一下啦。可以来去 try 一下，因为它的价钱偏贵一点。偏贵一点，对。这样我们下一个吧。我们来到了华美华美肉骨茶，快点进去啊，下雨啊。为什么会介绍肉骨茶？肉骨茶不是巴生比较出名的 ？JB 也是有 JB 出名的肉骨茶。JB 的话呢，它比较重的那个药材味，然后他们没有油饭，它是老字号的店来的，它已经有大概三十多年了。有三十年了。通常是当地 JB 人都会来这里吃的。倒茶倒到整个桌子都是，洗茶的这样。我们的主角巴苏迪，它鸡脚好吃，一定要来吃。等一下你试看，你不吃鸡脚的人应该也会喜欢。它的汤是很清，我喜欢它没有酱浓啊，然后它很重的那个药材味。我这里就闻到很香，透过口罩都可以闻到很香。哦，你看它的肉满满。哇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福州豆皮，我们吃巴古德一定会叫的是油条，这个是咸菜，鸡爪、鸡脚、凤爪，凤爪超好吃的，这个卤猪脚也是好吃，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吃不完了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子都好像蛮丰富了的，刚好下雨天吃这种很舒服，很久没有吃了，很好吃。想念的味道，我喜欢这个肉点这个黑酱油，黑酱油哦，你们都是这样吗？暖。来，我先喝一口汤。哦，它很清哎，它不像我喝过的巴古德汤，那那个是真的就是喝药材味，很不错哎。可以喝完，他不会喝呀，觉得好像很腻啊。我不吃鸡脚的嘞，试看。你不觉得鸡脚很可腻吗？不会，这个不会。指甲啊，剪掉了哇！你看剪掉了。可是他们以前都走在那个沙。不要讲这样多，先吃。耶！破冰的，破冰。它味道是 OK 的，只是那个鸡皮带出来的味道我不喜欢，然后它很多那个关节啊。是巴古德的肉一定要点黑酱油啊。我们吃完了。
我整体觉得咧，这个是我吃过最清的巴古迪，不是讲清淡哦，它的汤是很清的，感觉就是很健康的那种，没有很多那种排骨的油，它就是很清，喝了非常的舒服，就不会吃到太油腻的感觉咯。我是没有这样喜欢巴生的味道啦，就因为巴生太 creamy 了啦，然后他们那边也是 serve with 油饭，那个汤已经很浓了，然后又再配油饭，我觉得有点奇怪啦，我个人口味啦。那个巴古迪算是还蛮便宜的，那个肉啊，两个人这样吃大碗的17块吧，17块，还掺奶花肉哦，是哦，还掺满五花肉，里面有满满的料，它的汤是可以 refill 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很 CP 值很高，可是几乎每一家肉骨茶店都可以 refill 的啦。不过它的汤很好喝嘛，是这样讲啦，全部是吃了39.2块，我们就看看下一间吧。 OK， 我们来到了串哥哥，来新山一定要吃的就是鹿鹿鹿鹿啊，为什么是鹿鹿呢？因为你在别的地方比较少会见到鹿鹿啦，然后在新山是蛮出名的，宵夜啊晚餐啊都一定会要去吃到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吃的是叫串哥哥，串哥哥，哥哥很串，串哥哥是一串一串的哥哥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所以每个叉子就有颜色就不同价钱了，对，就跟一般的肉肉一样，对，就看你喜欢吃什么你就拿。这里很特别的是它这里还有甜品啊，很多的饮料可以选，这里汽水每罐连啤酒都有啊，酱料区很像海底捞这样，什么都有，有红甜酱54辣椒，招牌辣椒，泰式青椒，泰式酸辣，沙爹酱，然后它这里的咪咪是免费可以拿的，它的虾1块钱一只，哎，1块钱一只啊，老虎虾，哎，而且是老虎虾，哦，拿多一点，别吹着一个豆腐吧，因为老板讲这个豆腐很少人有，然后叫我来 try， 这叫什么豆腐？豆奶做的豆腐，用豆奶做的豆腐，这是不是本来就用豆奶做的吗？然后一定要吃这个韩国鱿鱼，它是拿去烤的，那个很好吃。这里是海鲜区。这是它的价钱表，看起来算蛮便宜的。我先试试，你讲馒头里面有 cheese 的是吗？应该是啊，不然就是他忘记放 cheese。试看。哦，有哎。我有啊。里面真的有 cheese， 它的 cheese 饼是饼的那种，基基维就是 cheese， 所以蛮好吃的。香哎，然后试试看这个章鱼，好吃哎！有这样夸张吗？我们没有在帮这个店打广告啊。然后我是有点吓到，它是做到很齐全，很 juicy 耶，它的手冻，它是海底捞界的 look look， 海底捞界的，就是东西很多，然后很食材都蛮。而且也是自助式的，你那酱料可以自 refill 是吗？酱料可以 refill， 这个是韩国鱿鱼，这是我最爱的，你没有吃过噻？吃看，很好吃。韩国鱿鱼，少了啤酒，少啤酒啊？嗯，是啊，没有偏甜。
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又不贵，重点是，它的酱也是很好吃。我没有吃到酱哎，我吃看。我是沙茶酱掺一点辣酱。嗯，很值得。我刚开始哦，听他讲要带我去吃肉肉，我讲肉肉有什么好介绍啊？可是这些肉肉很特别，它真的是不是我认识的肉肉，因为它可以用炸的，我认识的是那种烫的那种。嗯，然后它这里有很多选择，可以算是 JB 的当地美食啊。JB 的当地美食啊。这样我们先吃饭先。Hello， 我们已经吃完了，总共全部吃了多少钱？99块，三个人吃，然后都有叫饮料喝。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馒头里面有 cheese， 真的很 special， 没有吃过。它其实里面的东西都很干净，是吗？比起其他的肉肉，真的是干净很多，就是你不用怕会吃到别人的口水，因为它就是现场会帮你炸。很让我惊艳的一间店啊，经过这里一定要试试看。像我们就看看最后一间。Hello， 我们来到最后一间真功夫米粉粿，是用手捏的。JB 的人会叫面粉糕啊 ，KL 的这里都会讲哦板面。板面捏的。你的这个有十多年历史啊，有十多年历史啊。看起来很像很好吃。这小啦，嗯，像大碗，小的就看起来很大碗。刚刚单巴一干比利时，讲个鸡就这样倒，这样不沙是长多的，很多嘞，那不是辣椒盘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大盘哦，哇，蛮有加蛋，完全手工的面，它腌在猫面。嗯，我的大碗。看到那个差别吗？个鸡不少，真的差很多嘞。大碗真的很大碗，对 ，KL 大碗就是这样子，是。哦，对。这个是超大碗。哇，其实我吃板面呢，是喜欢吃干捞的，汤呢是还好吧。很少哎，它的盐一直在冒。哎，很香甜嘞。很甜哦。那盐一直在冒。试试看它的面，你可以配一下这个，这边粉糕一定要配的酱油子。我拿一点啊。啊，你配糖啊？不是配糖吗？放在汤匙这样子，很凉这样子，对耶，这样子啊，嗯，烧，很烧哎，那个烟一直看到，好像去一个冷天地方吃东西的，嗯，姜子来这里吃的人都会叫一碟，它姜子不会太咸，对，有些姜子会咸到，而且我刚刚放这样多，嗯，不会咸，嗯，是刚刚好的味道。外面的板面哦，它的姜泥子哦都是那种漏风的啊，这个是脆的，嗯，就是我会想加的，嗯，就是会去要加的，会跟他要求要的，对对，好吃。然后你在这里吃，你觉得会很热，但是并不紧，还是有 aircon 冷气房 ，flat 楼的下面的一排店，其实它很不明显啊，对，你要用 waste 去找它，隐藏版的，隐藏。我们吃完了，刚刚有看价钱了，大的是10块加蛋，然后小的是9块，是吗？很饱，我男生大的都没有吃完啊，小的我都也吃不完了，太饱了。我们有叫饮料啦，可能也是以
多多少少有影响。我是觉得整体上是还不错啦，因为它很大份，然后它的汤是好喝的啊，尤其是江鱼仔，江鱼仔是我最喜欢的啊。不过它吃到后面是有一点小腻啊，因为太多了。太多了，你叫小份应该是刚刚好给你哦。这几天我们几天了啊？我们三天吧。这三天吃的东西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令你印象最深刻的？令我印象最深刻，因为我带你嘛，所以我几乎都吃过。假如让我觉得惊艳的话呢，我是觉得那个鹿鹿当是让我惊艳的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鹿鹿的人。他跟海底捞很像的是，他还有送零食啊，零食，我是觉得他很贴心啊，那个老板。他跟海底捞不像的是没有排队啊。那我的话咧，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鹿鹿啦。第二个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椰子面包，其实搞那而且出名香蕉蛋糕，你去，因为我本身不是喜欢吃香蕉蛋糕的。其实那个香蕉蛋糕是 OK 啦，好吃啦，可是我就是有椰子面包的话，我会选椰子面包啦。我觉得那椰子面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包。因为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按 like subscribe。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还有按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吃，这多少钱呢、不懂哎，总共15块啊，我们买。够力啊你！你要看价钱呢，他只收 cash 不了。所以总共15块啊，我们买了蛋糕跟面包。对，你没有去看一下价钱，好笑啊你！上网查一下就可以了。Okay. 这样子要多少钱呢？不知道哎、你每次买东西都没有看价钱，你很厉害。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好吃的东西不用看价钱。这多少钱啊？我不懂。等一下去看一下价钱。